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咧就想介绍一下同埋分享一下咧 Premium Starter Kit 里边其中五支嘅精油嘅，柠檬啦、lavender 啦、薰衣草啦、薄荷啦、peppermint 啦、copaiba 啦、苦荷巴啦，同埋 RC 精油嘅。咁呢五支精油里边咧，头嗰四支精油咧都系属于呢个嘅单方精油嚟噶啦，而 RC 系一支复方或者是配方的精油来的。很多朋友都在问、其实呢、有鼻水啊鼻塞时候我们是应该用哪几支精油可以去舒缓呢？在 PM Starter Kit 里面呢、可以用柠檬啦、lavender 啦和 peppermint 呢去舒缓我们的鼻水和鼻塞的。那使用方法就很简单啦，我们可以呢将两至四滴的柠檬啦加两至四滴的 lavender 啦加两至四滴的 peppermint 啦混在一起之后，再加少少 V6 的稀释，那就可以擦在耳背后面啦、颈下后啦和脚板底，注意呢就一定要擦在我们那个脚趾公底下面啦，那就有效可以舒缓我们的鼻水和鼻塞的啦。至于年幼的 BB 啦，18个月以下的 BB 咧，其實就可以就咁用檸檬同埋 lavender 稀釋搽喺腳同埋腳趾下部，其實都可以舒緩到佢哋嘅鼻水同埋個鼻塞噶啦。剛才我哋都有提及過 copaiba 啦，我哋可以加數滴嘅 copaiba 落去我哋呢個檸檬 lavender peppermint 度，可以擴大呢個支援呼吸系統嘅配方嘅。上年咧，香港 Univen 咧都已經引入咗呢個香港衛生署認可食用嘅精油 Vitality 系列啦，我哋都可以用翻呢個 Lemon Lavender 同埋 Peppermint 嘅配方，咁啊配合翻蜜糖啦，或者配合翻我哋嘅膠囊嘅服用，咁服用後咧都建議多啲飲水啦，可以帶動個毒素快啲排出體外嘅。咁轉天氣嗰時候咧，咁除咗剛剛提及過嘅鼻水同埋鼻塞嘅症狀之外咧，其實好多朋友都會遇到鼻痕啊、眼痕同埋打乞嗤咁嘅症狀嘅。咁呢個時候咧，我哋就可以用到 RC 去舒緩呢啲咁嘅症狀啦。咁 RC 之前都有講過啦，係一個配方或者係一個復方嘅精油啦，裏邊包含咗嘅精油油咧同金涼、特級尤加利、馬鬱蘭、愛達華蝗蟲、檸檬尤加利、薰衣草、絲柏、澳洲尤加利、黑雲杉和薄荷的，這些精油都是特別針對這個的呼吸系統的舒緩是很有效的。RC 可以支援呼吸系統，有助打通呼吸道，維持鼻竇、氣管、肺部功能的健康啦，同埋可以有效咁舒緩喉嚨嘅。RC 可以點樣用呢？我哋其實可以用 V6 稀釋啦，做一個全身嘅按摩啦，或者做人熱敷啦，配合乳滴精油按摩法啦，同埋可以咧落我哋個擴香機啦，同埋可以直接吸入嘅。咁亦可以搽喺我哋個胸部啊、頸部啊、喉嚨處同埋鼻竇嘅方向啦，去作出唔同嘅支援嘅。或者咧，我哋可以咧滴落一個棉花球度啦，擺喺我哋個通風位啦，或者可以攝喺我哋枕頭裏邊咧，去支援我哋嘅呼吸道嘅。咁今日我嘅分享就係咁多啦，多謝你大家收睇，拜拜。